好的，这一期的话我们来讲一下西岸的专属成就，叫做我的回合。首先大家来到这个材料副本，然后挑战次数选择两次以上啊，这个注意难度挑战最高难度。好，开始挑战。队伍的话带一个一级的角色送使用的，然后再点击支援。支援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西岸的话大家可以刷新一下，找一个强度差不多的啊，这个的话你看40级能打900伤害，基本上能满足条件了。好，开始入队。进来之后西岸的话将每一个普通攻击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攻击另外一个。接着我们攻击一下第三个，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能量也满了。好，能量满了之后我们使用元素战技将这一个挡败。那这次的话注意了，我们使用元素战技之后马上点大招。好，使用点大招，大招的话挡血量最高的这一只。最后元素战技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西岸的专属成就我的回合。